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母亲节来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到二十节，哈拿这位母亲的祷告，我们一起的站立来读神的话，提领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单数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一到二十节。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四国，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人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们在四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起身，就往后继续向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明天还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要在对你看后这一件日子，我一个人向我头抬抬过，所以吸到脑筋。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就去吃饭，至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他拿。哈拿就怀孕，日产就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是神的话，感谢神。请坐。我们再次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听他话语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神，谢谢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安慰、来鼓励、来劝勉、也来建造我们，给我们能听的耳朵、领受的心灵，因此主你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把荣耀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哈拿是
什么人物啊？我们知道撒母耳呢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所以呢他呢是活在士师时代的末期。一章的一到三节提到他们是从以法莲到示罗去敬拜。士师时代的末期记载在士师记的17章到21章，那里呢好像以色列人的诗班4次在那段经文里面唱他们的 refrain 啊。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4次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的百姓任意而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呢？都提到开始以法莲，最后呢到示罗。17、18章的开始提到以法莲的有一个人呢叫做米迦，和他母亲呢一起的配搭，把受咒诅的银子呢做了偶像，最后呢但主把那个偶像啊自己立的祭司啊抢去了以后，最后到18章的末了，神的殿在示罗，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设立的偶像在但城，在那里的敬拜啊，任意而行。19到21章，那里又提到以法莲三地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然后呢，接下来的描述啊是 rated R 啊，最后也是到了示罗，在那里呢，不是敬拜耶和华，乃是在那里绑架女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在四世纪末期的时候描写啊，没有王的光景，没有神的话语的引导，跟神的关系呢，成为一群拜偶像啊，在自己设立偶像的光景，跟人的关系，在那段经文19、20、21章，奸淫、酗酒、同性恋、轮奸、内战、房价。但来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神要怜悯拯救他的百姓，从这样任意而行黑暗的时代。但在第2节、3节的时候提到，当时在示罗，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谁在负责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做祭司啊？接下来我看到那个时候的神职人员的可怕，是不是黑暗时代？这个曙光让我们看见什么，都是跟以法莲山地和示罗有关。如果在四世纪里面17、18章，米迦和他的母亲把上帝的百姓带到拜偶像的光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和他的母亲哈拿之中带来的偶像的除去，神百姓的大复兴，当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17章的时候，让他们单单的人心归向神，神的拯救，是不是？如果在19到21章士师记里面，这个以法莲三地的利未人最后带来的那样可怕的结局，撒母耳记上一开始提到这个以法莲三地的虽然以利加拿是以法莲人，住在以法莲，你如果去读历代志上的6章33到34节，
他事实上是立位人住在以法莲，好，所以撒母耳是立位支派的一个新的立位人，上帝兴起，从以法莲三地这个家庭，他们愿意把得来的儿子奉献，好，至终呢兴起了透过撒母耳立王废王，我对撒母耳最熟悉，最后那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兴起，终于把以色列人那一段黑暗败坏个人任意而行目中无神国中无王的光景到一个段落。关键是他们把他们所求来的这个儿子撒母耳完全的奉献给神，做拿细耳人，民数记第六章，终身归耶和华。某个层面，我们今天所活的世代越来越像十世纪的时代，个人任意而行，我说的就算，是不是？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我们是否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神要使用的一线曙光？是不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有没有？所以不管外面的世界今天呢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只要你说是男的你就是男，可以用你身份问你要是是不是都可以我们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看到哈拿的背景，以法莲三地的一个近前的女子，是不是？她有生活困难，因为困难，生活困难。那你说呢？她的家，丈夫有两个妻子，大概是因为这个在旧约里面，大概因为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像。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庇尼拿大概是因为哈拿不能生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哈拿面对的生活的难题，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有，是不是该有儿女没有儿女，不应当有对头却一定有对头。什么叫对口？是对口，什么对的？斗争的对象，是不是？他的敌人。为什么哈拿不能生呢？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两次哈拿不能生是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不让他生。你对苦难的看法如何？是哈拿犯的罪呢？是他太没有信心呢？太倒霉？还是说他父母犯的罪呢？耶稣说什么？那个瞎子，约翰福音第九章，既不是他父母的罪，也不是他的罪，乃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什么神的荣耀。有些教导呢，把苦难看成只是罪，信心太小，都是魔鬼的问题上帝管不着上帝只是给我们好处。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于苦难约伯在他受苦的时候他说呢，祝福我的赏赐来自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从同一个耶和华的手中
我领受祝福，我也接受什么灾祸。哈拿得了不孕症，是耶和华的作为。而且呢，圣经里面不止他一个不能生，有一个妇女队都是不能生的、啊、一开始就有，是不是？撒拉、利百加、拉结啊、利亚，原来能生，后来也不能生，后来再能生啊。参孙哦，路德十年不能生，神才让他生，是不是？啊，到了新约还是有啊。你记得施洗约翰的母亲是吗？伊丽莎白是不是不能生？玛利亚从一个角度也是不能生啊，不过她的不能生跟那个不一样啊，她是呢童女，是不是？神为什么让这么多有名的妇女不能生？为什么？你没思考过？女人的妇女。这个是整个圣经救恩历史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哦，女人的后裔，不是人的意识，上帝借着这一些人所不能的，不能生就是不能生，他的掌管，让我们知道整个救恩，这个女人的后裔，最后耶稣基督的来到，完全是神恩典，不是人能够夸口，完全是神的主权，最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是为什么？神就是使用这些不能生的，叫他们不能生，然后奇迹般的让他们能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若要夸口归给主，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表现不错，我读完了圣经啊，我比较追求，或者是我做好人做好，这等人做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不是邪气，不是人情欲，不是人，不是人自己的工作，甚至你相信也不是神，不是你的工作，神给你，是不是？这个人乃是神生的。所以神让哈拿不生，要让他们知道，他要预备这位撒母耳，是神的工作，不是以利加拿和哈拿他们自己的贡献。所以从一个角度呢，哈拿是很蒙福的妻子，是不是啊？有这样一个好丈夫啊，哈拿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不吃饭？你看你这么体贴，心里为什么愁苦啊？因为我比四个儿子还好。有这样的丈夫在座的好不好？跟你旁边你的爱人说，真好，有你就够了啊！有没有儿女没关系。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他那很苦啊，是不是？哦，家中有死对头，这个比尼拿呢，阿拿不能生，但是比尼拿的其他没有呢，他就是啊，很能生，对不对？好多儿女。啊，好多，然后呢，他记忆又好，每年都提醒他呢，哎，你又不能生了、啊，哭泣。所以这一段给我们描写呢，啊，哈拿是一个很愁苦的，是不是？十节、十五、十六节，心里愁苦，痛痛哭泣，吃不下饭，被人激动，愁苦太多。你是不是来到这里像？今天 Orange County 的哈拿、啊、家中回避家中了 啊家中有没有死对头？工作有没有死对头？教会中有没有死对头？啊，哎呀，就是
很多的难处啊，心里愁。其实某个层面上，教会就像他那一样，是不是？啊，某个层面，我们属灵的丈夫啊，耶稣是这样的爱，有这样的耶稣做我们的新郎，是不是？教会新妇哦，再好没有。但是不要忘了哦，我们也有一位死对头啊，他的名字叫什么？教会的死对头是谁？牧师谁呀、啊？谁呀、啊？啊，魔鬼撒旦是不是？啊，他恨教会啊，所以呢，记得 Jim Hampton 讲是不是？啊，那个上天上课啊，女人的后裔，还有什么毒蛇的后裔是不是 ？The seed of the serpent， 哦、啊，从一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要征战到最后。我们不是跟属邪气的征战啊，所以呢，真正的敌人是那个属灵的死对头，就是。但问题是啊，我们某个层面上啊，也像哈拿一样，不能生属灵的，啊，也说做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是不是？生命里面要长大成熟，哦，30倍、60倍、100倍，哦，我们有没有结果子？耶稣说：“召你们来，得人要读得鱼一样。”啊，我们是否是一个啊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活的软弱，哦，看到教会的软弱。我们是否啊像哈拿一样的心里愁苦、哦？怎么办？怕的是我们变成像老底家的教会，然后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觉得还不错，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圣灵的果子，其他都有，有钱有利什么都有啊。求主怜悯我们，啊，从哈拿的身上，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教会某个层面也像一样啊，21世纪的哈拿是不是？面对这样的难处怎么办？哈拿没有做这些事啊，开始做阶级斗争啊，我不能生，但你没有丈夫的爱啊，我是大佬，你是小佬，对不对？没有啊，没有跟他斗争，是不是啊？他也没有玩弄。他的丈夫，哎呀，你如果他那羞辱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他也没有参加抱怨俱乐部，拿起来就每天讲，他也没有带姑娘去，哦，好不好啊？好的，好不好？逃避问题是不是？这常常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哦，这圣经讲不要这样做，箴言书第三章是不是？我们常常是靠着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哦，你打我左脸，我就打你，是不是？啊、哦，就是这样。让他做什么？祷告，祷告，再祷告，好、哦，来到上帝的殿中。我们现在可享福了，不需要跑到四罗去了，哦，也不长，是不是？啊、哦，那个时候每年的上到四罗去祷告，是不是？你看这段经文，10节说哈拿在那里祈祷耶和华，12节在耶和华面前无助的祈祷，15节说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的祈祷，16节我是被人激动愁苦歹毒，所以祈求直到如今。啊，哈拿就是听了使徒彼得的劝勉，对每一个基督徒，哦。我们的上帝阻挡骄傲的人，向他批评了，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哈拿就谦卑在神的面前，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他一切的忧虑，一切的不是少许的，不是大问题，一切的忧虑都献给神，因为他顾念。
哈拿的祷告在这里描写呢，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劝勉教会的祷告，是不是？你们靠着圣灵啊，祷告呢，这个迫切到一个地步啊，好像醉酒一样，是不是？好，所以以利呢，看哈拿祷告说：“你那个喝醉酒，是不是？”以弗所书保罗说：“你不要醉酒，乃是要什么？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某个层面上啊，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像喝醉酒一样啊。”他是怎么祷告？他委身于祷告，哦，倾心吐意。和哥罗西书第四章说，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祷告不是有可有可无，乃是全心全意的投身的。而且他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是不是？他不但祷告，而且他呢许愿，神啊，如果你听我的祷告，为我开一条出路，把我不能生变成能生，你给我一个儿子，然后就属于我，不是这样，是不是？我把求来的还给你，都是你的，他一生属于你。耶稣说，你们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意志是啊，他的祷告乃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是不是？哦，持续性的，不是一时的。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在祷告事上，你们要忠心 ，faithful in prayer。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的比喻，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祷告会不会灰心？如果不会，耶稣也不用讲比喻，是不是？祷告会灰心，要常常祷告，哦，持之以恒。旧约的哈拿，新约有以巴弗，好，我们总得有个弟兄，是不是？啊，虽然是母亲节。弟兄的榜样啊，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名叫以巴弗，哥罗西书第四章描写他怎么祷告啊，他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哦，那里竭力就像是摔跤一样，哦，摔跤累不累，流不流汗，哦，他说祷告为了教会你们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什么？无灾无病，一帆风顺，多子多孙，没有，他祷告什么？在神一切的旨意上，你们得以完全，信心充足，站立的稳，这是他祷告，为了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呼求，哎呀，教会能够真正长大成熟，能够站立得住，不在这个弯曲背谬黑暗时代，个人任意而行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是能够站立稳？哦，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哈拿，旧约的哈拿，像新约的以巴弗。我们的祷告像不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拿，他靠着圣灵，倾心吐意，合神心意，持之以恒的在神面前的呼求。那当我们祷告觉得不想，不觉得想祷告，祷告生活枯竭怎么办？这是不是我们问题？马丁路德啊，基督教的改教先锋，是不是？他有一个理发师，名字叫 Peter 啊。有一次问他说：“哎呀，我怎么样让我的祷告能够啊
更有就是我心中不想祷告，我祷告生活软弱，我怎么样能够复兴我祷告生活，让我祷告能够更加。马丁路德写了一篇啊、哦、给他的理发师彼得，如何有一个更好的祷告生活。哦、我们的理发师这么可恶就好啊，是不是啊？他在这一个劝勉里面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很好的智慧。当我们觉得祷告生活啊失去枯干，没有能力，不想祷告啊，第一件事情他讲的，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礼拜天的话。你要做什么？不想祷告，喝茶看报。算了，等到我有感动，我再来祷告。他说不，当你不想祷告，当你发觉自己灵命苦干，怎么样？赶快跑去教会。那叫你跑去教会啊！听到灵主餐神的话，来复兴你的祷告生活。他说，但是假如啊，不是主日。教会关门，不是主日怎么办？赶快拿着圣经，哦，到你的内室，到野外，拿着圣经怎么样？念主祷文，这是他啊、这个马丁路德自己讲他自己怎么复兴祷告生啊，我就拿着主祷文啊，拿着十诫，拿着诗篇啊，神的话，不然的话呢，再去拿使徒信经哦，系统神学。哦，就来读。基本上，马丁路德说呢，我们怎么复兴祷告？你觉得不想祷告啊？你就要去听神的话，做神的神要做的事情。好、啊，这是第一个他的劝勉。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活的根基，祷告更是。第二件事情他提醒了你要认识啊，你的生活有对头，属灵的征战哦，那位对头呢，你眼睛看不见，他却是真真实实就在你身边。他的目标很简单，就让你不祷告不聚会你就长不大。他的目标很简单，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当你觉得不想祷告，喜欢看电视啊，喜欢上网，就是不想祷告，不单是你自己体贴肉体，更重要你要看到，这是魔鬼撒旦旁边讲，没关系 ，take a break， 没关系，轻松一点，干嘛那么紧张？让这些属灵的做啊，你只要呢 take easy， 他知道祷告。神的话聚会听到，就像我们呼吸一样，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没有饭没有呼吸，我们属灵生命就枯干死亡，他就达到目标。所以对马丁路德来讲，祷告不祷告，这个是生死攸关。他说：“你要认识这个属灵的征战，你觉得不想祷告，这是自然的。我们属肉体就不想祷告，魔鬼撒旦也不要你祷告。但是怎么样？你要为神祷告，你要听神的话，这是征战，不可以让魔鬼得留地步，是不是？给他们，这是第三个。他提到呢，某个层面你要感谢苦难啊，你生活不顺的时候。”生病了，软弱了，失业了，婚姻触礁了，各种的难处临到你的时候，他说呢，你要有属灵的眼光看这些事情。哦，这是上帝唤醒我们心灵的一种方式。某个层面上，马丁路德讲，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无灾无病，一帆风顺，欢欢喜喜，天天快快乐乐的生活，
了解吗？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我们是在一个扭曲的时代，没有人想生病不得不生病的，没有人想婚姻不好，没有人想失业，没有人想出车祸，没有人想这个病，但是我们活在堕落世界，这些事情会发生的。而且我们有一个对头啊，他不喜欢你活得太好，了解吗？所以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就算你信了主还是有苦难。不要听这些繁荣福音乱讲神拯救你就是要让你呢做官发财无灾无病所以来聚会。在这个时代我们会有苦难的，而且呢苦难某个层面上我们之所以不喜欢，某个层面上呢是因为我们太体贴我们的身体，太体贴今生的重要，所以呢神有些时候让我们经历苦难，把我们唤醒过来，告诉我们这里最终不是我们的家。最近我们在反省教会生活的时候，有姊妹的建议，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北美教会祷告这么软弱，教会这么软弱，某个层面上就是因为我们太舒服了你想想中国的教会，他们为什么祷告，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子的复兴，因为不太舒服，在那边，在那边做基督徒不舒服，是不是？在这边呢，是不是？你最后问哈拿不能生好，还是呢他一下生十个好？不是一下生十个，一直生，每年生十个好哪一个好？假如他一直都能生，他会不会这样祷告？你说，也许我们今天就没有哈拿故事了。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面对苦难，不能生的，不孕症。让他在主的面前破茧而出，是不是？所以马丁路德让我们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不要逃避苦难，还是面对，直到洪水泛滥，耶和华仍旧坐着为王。生病也好，失业也好，难处也好，考验来到也好，神人就做，他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包括我生活上一切经历的难处，神人就掌管，最后是为了我的益处。初是觉得愁苦，至终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公义平安的果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看到没有？没有患难，怎么忍耐？怎么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没有考验，怎么样能够对天国的盼望渴慕？地上过得这么舒服，天国永生，需不需要？不需要。哈拿祷告最后带来的结果，神是垂听祷告，透过以利告诉他平平安安去，神一定垂听你祷告。你看到没？他听到神的话，他不再愁容了。没听到神的话之前，痛哭流涕，在那里流泪。神透过以利跟他讲，平安去吧。神的话，你今天来，听了神的话。他的安慰，他的鼓励，他的责备，听了神的话，平平安安去。
神最后垂听，回家以后，虽然是靠着她丈夫，但至终是因着耶和华眷恋了她，求来了，所以她叫她撒母耳。啊，这个是神听了我的祷告求来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在他的时候叫我们高升，是不是？所以因着哈拿的祷告，不但带来了他个人家庭的复兴，以色列的复兴，至终上帝仍然降临到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成为基督徒不是靠你努力的，你要求，耶稣说求就给你，叩门给你开，寻找给你寻见。你要渴慕要成为基督徒，你不要说靠我自己，靠自己生不出来的，那是神的恩典。你是否盼望个人的复兴，脱离罪的捆绑，成为一个结果子的属灵上神医治我们的不孕症，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得到复兴，需要向哈拿的祷告，是不是？Matthew Henry 他说，当神要大大的祝福他的百姓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神的感动叫他的百姓去什么？神是否要大大的祝福我们教会？大概最近这一年多来，感谢主啊，我们礼拜三祷告过去冷冷清清，现在越来越多人，感谢主。现在早上6点钟的祷告会，很多人。不管如何，愿今年的母亲节，哈拿的祷告激励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求主离开这里，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像哈拿一样在神面前呼求。雅各跟神摔跤，神啊，你不祝福我，你给我改名换姓我不让你走的。神给他改名换姓，不再叫雅各，雅各的时代过去了，以色列开始了。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改变。过去那枯干不想祷告、软软弱弱、贪爱世界这样的时代过去了，透过祷告，主你祝福我，让2016年之后，母亲节之后大翻转。神在耶路撒冷，在我们当中设立那守望，让那些呼求耶和华的不静默、不停止，24/7的祷告。你知道我们一祷告神就忙了。他说：“你呼求，因此神就不停止，不使他歇息，只等到这位上帝垂听祷告，建立、呈现华人进行会，成为万国。”你们，让我们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祷告的生活，你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也是来向我们挑战。主，我们求你化不空然的返回，让哈拿的榜样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祷告的人，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的教会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帮助我们，复兴我们，也因此复兴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主你使用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大能的勇士。我们谢谢主，主求你今天的话语就是带来我们个人、教会，甚至你整个国度的复兴。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